在屏幕下方呢是林丹，在屏幕上方呢是马克斯洛布勒。比赛我们还是和赵婷婷一起来为大家进行解说。双方的比赛，这个男单比赛现在大家彼此之间都非常熟悉，所以经常一上来就是过牌。上一个追身回放没有过，我感觉这个兹维布勒可能是今年田英跟林丹打得不错，因为打了30局，而且刚才姚丽主也介绍在之前的另外一个比赛也是。非常敢做动作，就甭管最后是谁赢谁输，在放网的时候要求质量太高。在另外一边场地印尼队的比赛当中呢，他们第一场混双已经输了，印尼和俄罗斯的第一场比赛现在是俄罗斯一比零。同时在另外一块网络体育台来观看，教练是中国的前男友，加上是第一场球，我相信中国队肯定是做的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准备。比赛就是你做困难准备越多，比赛会越容易。对，你做的准备越少，比赛会越困难。对，你做的，你各个方面做的越全面，然后越具体，你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转播镜头看过去呢，另外一边的场地转播镜头里头能看到的是对方的这个节奏之后，我觉得林丹在处理球的这个质量上面也不一样。这2009
感受完全不一样。站在场边看，离得近的话，其实你能感受到这种球的速度，然后听到这种队员三月队这种球拍的这种发力的声音，而且包括球场上的这种动静。一些要点，在比赛期间我们会，然后也没有，只能是掺一边来。相对来说又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赛，又是有团体赛的这种压力，他们场上可能更直接的这种方法就是速度力量，想把这个速度力量拼出来再说。出现权，中华台北队是2-1领先。断网，也快，但现在只差一分，还是双方都有机会。小球。会比较快，突击去掉一拍，对方推的这个不错，防守反击，一帆就开始加速了，奋力的防起，再挡直线，一帆是起不来的，他能起来说明他这个个人能力已经是非常的强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就是约球都非常多，非常多，对对，所以我的很多业余选手朋友他们都会问说，那我越完了我为什么会起不来。突击一拍勾对角，但头顶的球确实质量比较好。对，正手好球比较好，林丹最后一分挽救一个局点。他这种打法就是这样，强攻，但是他的强攻稍微差弱一些没有关系，对，他的进攻这种突然性不如林丹，球出底线弧度高一点，就是让他去后场起跳强攻，林丹是完全能防住，不用给他那么快那么平的球。对，这球是林丹的头顶杀直线，也是他经常得分的一条线路，明显从发球开始就是准备要突击了。掉，想反击，
掉内角。这个球他是想好了上来我要扑你，但是没想到林丹的接吊质量非常好，他没有抢到点，只能临时改成放网回放，结果佐佐木翔失误。这样林丹是连得四分，22-20，取得了这一局的胜利，可以说反败为胜。这样现在是1-0领先。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双方的下一局比赛。拿了第一届，韩国拿了第二、第三届之后，中国队是4连冠，然后韩国在2003年的时候又夺得一次冠军。这个第一局球，也可以说第一局就是林丹也跟所有人，就是这个让所有人都替他担心了一把，捏了把汗。是，让按老百姓俗话来说，就是玩了把悬的。所以这个再一次点，所以可能他刚刚的那个回球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心点，不太敢发力。看专业选手，打高手打这个专业选手，这种对抗好看。他这个场上打可能这种节奏上会还要快。也是希望印尼的年轻人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早点接过。班嘞，这陶飞克也打了够多年了，给打了10多年了。这球杀了一个追身，举弓大队长，但这个反弹过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应该主要轻轻松松打出去线，他跑的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线路。那有一个漂亮的沙上网，也是点燃了现场的情绪。观众其实来看这场球呢，都是想看到林丹更漂亮的得分。举办了全会的羽毛球比赛，青岛市的这个市长也有爱好，据说自己的。还是采用轻杀，对。但是佐佐木翔防林丹的球，今天他看来防的还是比较有心得。对对对，他比较有针对性，他肯定这种赛前做了非常充足的这个准备。好球，头顶杀直线，浅杀。动作停顿，好球，漂亮！最后这一分，林丹还是打得相当的。
上网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所以他不像说林丹，他突击完了他冲得很快。他单打的这个往前的这个技术，他其实出的质量不能说特别好，但也不差。现在的防守也比较好，哎呦，又是最后一球的回放，滚网球，一个滚网球，最后这两分，林丹连续两个滚网球，比较自信的这个搓网，21-14，林丹又胜了第二局，这样他以2-0战胜了朴成焕和林丹的比赛开始了。好像自己还没有进入状态，赶紧去整理一下。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就是在调整自己。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比赛21分直接得分，其实开局还是比较关键。半场球，
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对，因为那个本身拉脚突击是他的打法，而且他前面几分其实也是通过这种就是多拍的多用功吧。等待第二局的时候，我们放一个小的技术环节，注意。还没有到位，服了兵役，感觉按照韩国的这个法律呢，是全民都有兵役的义务，成年男子。但在后场的这些技术当中呢，他的重杀是两分，点杀腿得到四分。刚才赵明星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杀球和点杀怎么样。大力击杀，有点把这比赛应付吧，这里。哎，对。这样让人赢着也觉得没什么劲。双方打了1小时32分钟，最后印尼队险胜过关。同时，这个比赛当中就是体现出印尼的他的双打，他的男子双打确实还是有这次来的也是半决赛，从四分之一决赛对中华台北他们的。他和盖德两个人的表现来看，也是留着劲儿，留着劲儿去打后面的比赛，并没有去调动自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先把自己的状态先调动出来。所以你说，其实昨天他们也是，如果说台北的实力更强一点的话，其实根本就已经不会再给你说后面的机会去对。所以有时候高手或者强队，像前面说这个打第一轮难打。不会觉得第一轮多难打，我是打一场算一场。对，
段上来我就他反正他第一场他就是按照这种冠军决赛中那样的状态去调动，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要、哦、还得对后面如何对如何调动自己的阵容，然后一场一场把自己的状态留在最关键的时候。比赛的场点20:8，现在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他们的这个人席上已经林丹是21:10胜了第二局，2:0战胜了朴成焕，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2也是二对决的选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大家都比较中立。对，其实有人说得好啊，这个中国羽毛球迷支持盖德，就像乒乓球迷支持瓦尔德那样一样。像他这样的老运动员，还是值得我们尊敬。突击场球就是比前面的比赛可能开局更积极，其实这场球像是怕的也是这种突然加速突然变速的，对，以往其实有时候看林丹或者